刚才来关心天气，咱今日受到压带影响，过头了哦，各地头拢爱四级大水雨。伊拉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，低温的海时嘛是感觉较湿较热。咱来看温度。今日受到压带影响，天气真不稳定。中南部、偏乌、金门、马祖拢会落地阵。地震雨，也南南部会上大雨，尤其是过头了后，中部以北、东半部的山区雨拢会落较粗，而且有可能会落到暗时。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，地日是无落雨的时，嘛是感觉较湿较热。另外，目前伫西太平洋有两粒风台，是今年第七号的轻度风台安比，和第八号轻度风台悟空。以路线来看，拢是稍对日本去，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